金阳，我也看了很多资料。就制造业来说，上海过去曾经是中国最大，也是最有权威的工业制造基地。而现在的政府呢，也在大力提倡重整制造业的雄风。就这个基础和方向来看呢，肖董提出的把二期工程搬迁到这儿来，我觉得是没多大问题。可是仔细想想呢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现在的小家电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上， 已经几乎到了一种饱和的状态。因此，我觉得这次西迁啊，还真的有些让人担忧。你这番话，说出我内心的忧患。我正在考虑，是不是该让通贸集团朝着过去传统的方向走，还是应该另辟新的道路？从整体制造业的趋势来看，我觉得闵江工业园应该朝着信息产业方面去考虑。 我再说具体点好了，最开始是不是能够打开3G 业务，带动整个集团的制造产业？你们说的好啊！哎，小龙，爸，其实我们是刚才开始讨论，还没有结论呢。其实这两天啊，我在上海市场呢做的考察，发觉到如果我们将台南二期工程全盘搬来的话，不但是花费大，而且出路啊令人担忧。而你们提出的发展方向，我相信呢， 是给制造业翻身的一个很好的途径。哎，金源，你就邀请一点有关的专家来讨论讨论，而且能够进行一点研究跟调查。嗯。哎，小董，如果你真这么打算，想借三 G 这个机会重整通贸制造业的话，那么其中有几个主要的因素不能忽视，比如说，通贸制造是否真正掌握三 G 的核心技术？ 现有的管理人员能否占据产业链的所有环节等等方面。要是这样，来，我们要不呢邀请美国 TTFO 总公司来考察一下我们筹建的工业园。如果他们有意思的话，我们可以跟他合作，在上海呢合资一个制造公司，以三 G 的业务为主，同时呢给进行产业化的发展。我方一直认为，通贸背景信息很有 经济实力，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选的地方作为第一家合作对象。我们希望在这个合同签署后，能够尽快办理相关手续，加快建设步伐。一拿到批文，我们就将全力以赴展开建造。我相信在这基础上，8个月内就可以开工投产。很好。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。一旦项目的批文有了消息，请马上通知我，我来签正式合同。谢谢。刚才陈华从北京打电话过来说， 那份批文可能现在办不下来，恐怕董事长发火又怕和美国方面的合作会因此耽误下来，所以没有跟董事长说。会不会是小华？喂，姐姐，阿云啊，我找你来呢，是因为本公司啊出了点问题，急需笔资金。八百万，八百万，你这我一时半会就筹这么多钱呢？ 能不能现在老爸从美国给你调来的那笔资金拨出800万吧，先给我一个机会。目前的资金是用来运作制造厂还有工业园的，一分都不能动。阿云，我答应你，一星期之后我保证把钱还给你。不是这个问题，是我不能做主啊。哎呀，我让高俊把一笔贷款汇出去了，暂时还收不回来，我这才逼不得已来找你帮忙的，姐。 不是我不想帮你，是这800万对老爸来讲根本就是九牛一毛嘛！眼看保佑公司都快维持不下去了，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姐，阿云，这样子吧，你自己跟爸爸说，也许还有可能。你知道的，老爸一向都不喜欢我做事，根本不会答应把钱借给我的。那好吧。
我唯一能帮你做的就是帮你汇报，让我看看他的反应。好啊，妹妹，你说都比我说的强多了嘛，那这事就拜托你了。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欠批文了。那其他事情你就放手去做吧。爸，制造厂马上就要进行总体设计，为了尽快拿到批文，还是我亲自到北京一趟呢。用不着，你把精力啊放在跟美国签合同上面，去北京的事情让小华去好了。我知道，我会抓紧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还留了一笔备用金，为了加快工业园的建设。你用的时候啊，也看实际情况，放宽一点啊。爸，可不可以腾出800万来？用来干什么呢？记得百货公司资金运作上出现问题，想借800万周转一下。数目呢就不是很大，不过现在公司要应付的是工业园跟制造厂的事情，怎么能拿出来给他呢？但是姐姐说她真的很需要这800万，她说。只需要周转2个星期就会还回来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先别说你姐的事情了，你现在要做好就是工业园建。行啊，你有没有跟他们说清楚啊？这批文呢，怎么可以等4个月呢？我跟审批部门也是这么说的，但他们给我的答复就是这样。可是眼下制造厂的筹备工作都已经要开始了，而且我们跟美方还有罗斯先生那边都已经谈好了，就差那一纸批文。可是现在，居然等到4个月以后才可以建制造厂。肖董。肖总，这么大的项目确实审批工作很复杂，我们不能等这么久。肖董，李嘉德先生在办公室等你。哎，嘉德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找有事吗？最近来看你，另外呢。有个事儿，我不知道该不该问呢。好啊，什么事？是这样的，我听说啊，你们制造厂的批文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，碰上一些障碍，是吗？你的消息也蛮灵通的嘛。金云呐，批文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。爸，那你是准备亲自去北京一趟吗？啊，不不不，我让李嘉德啊帮我这个忙。爸。这是我们通报的事情，怎么能让李嘉德来呢？哟，李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嘉德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这次来，我专门给杜敏阿姨送这幅画。哎呀，谢谢。哎呀。这画真不错，你是从哪搞来的？我是从一个收藏家的手里拿过来的。哎呀，我找多少年没找到，你
还真有办法啊！话语之音是最难得的，人也是如此。那就谢谢了，我们收下了。哦，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好。你下一步是不是准备把我卖给萧家？我的心中，白叔都一清二楚。白叔的眼线真多。你是我白浩然的人，在大洋集团里做第二把交椅，你怎么能够暗地里替别人服务呢？我这样做呢，是为了进一步取得萧远山的信任，更多一些了解通茂集团的内幕和动向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萧远山老谋深算，萧静云精明能干，要靠近这两个人并不容易，所以我才委屈当他们的跑腿。嘉德，白叔并不是在怪你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做人呢，绝对不能吃里扒外。等批文下来之后，我怎么说也算是他们的恩人，我相信静云会对我另眼相看。哎，感情生意是两码事，我怕你这两种投资啊，到头来什么都捞不着。爸，你知道我的个性的，如果找不出原因我睡不着。而且我觉得李嘉德这个人根本信不过，我说什么都不放心。来来来来，我来问你啊，你觉得我们公司内部有谁能够把这个批文拿下来呢？就连你我两个人呢、都没有100%的把握。可是那个李嘉德无端端送幅画给妈妈，分明就是有什么居心嘛。他的动机不就是讨好你吗？可是我真的不喜欢他啊。静云啊，你不喜欢他可以，但不要伤害人家的自尊心嘛。不做朋友，但也不要做敌人呢。耀山，你有没有觉得白浩然最近有点反常？游江活动时，他当众向你发难，之后就再也没什么声音了。他向不向我发难倒没什么，只要他不再刁难静云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静云有没有问过你什么？没有。不过他在游船上当众宣布他回到集团，倒是我意料不到的。杨生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和静云的这层窗户纸早晚一天要捅破的？这问题我也想过，事实真相早晚告诉孩子他们。我在等一个适当的时机。我来到上海之后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这层窗户纸一旦被捅破了，会不会影响静云和你的关系？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对不起杨山，我本来不想说这些的，我担心等我走了之后就剩下你一个人了，如何处理好和这两个女儿的关系，也许你会为难的。我想趁我还在的时候，也许能帮上你什么忙。阿梅跟高进这两孩子也是太不省心了，这高进偏偏跑去帮白浩然，阿梅呢在超市做了没多久，又被告诉说她丈夫有问题，为他们两人呢、做了什么手脚。
我想不会吧。志伟虽说是脾气坏了点，可这毕竟是他们自己公司的事情啊。哼，人家高尔啊，已经坚持要从加拿大找个会计师来查账，被我暂时顶住了。我在想，在上海找个可靠的先查一查。市里的处罚通知书一到公司，不知怎么回事走漏了风声，现在全乱套了。那包工头坐在办公室里不走，说拿不到钱就怎么？我们有钱能不给他吗？你相信好了，长和公司一定会好的。我们欠你的钱，绝对不会少还一个子儿。我说兄弟啊，你好歹是做老板的人，我们辛辛苦苦奋到现在这个地步，容易吧？哎呀，你逼我们有什么用呢？那招标来的地块和治污工程都是大洋集团接手走的，他们只做地产不治污，违反了合同。说到底，我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。老苏，我已经反复说过了，一旦人家给我们补偿后，资金周转的过来，我会马上开工，到时候要还的就是你们的施工费用。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，现在先拿点钱来救救急，好不好？我施工队那些弟兄们整天追到我的屁股后头向我要钱，我拿什么去堵他们嘴啊？再说我的姑娘刚刚考进一所大学，下个月就要交学费。你好歹凑点钱，让我把姑娘送进学校，好吗？你要这么讲，我也真是无话可说。要不这样吧，你看这公司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你就随便拿。啊，对了，我那辆车，要不你拿去抵债好了。我不会做这种事情的，徐老板，我不是不相信你。你是虎落平阳，我不会做那个欺负的狗。你那两栋烂尾楼啊，我还想给他封顶呢。这种伤感情的事情我做不来。等等，哎呀，你那还有多少钱？2000多块吧。借过。这钱你先拿着，别耽误孩子开学。其他的费用我再想办法凑。徐大哥，我没看错人，下辈子我再跟你干工程。肖先生，肖小姐，工程的进度你们还满意吧？这半天的计划提前了很多。这个通往主干线道的公路修得又快又好。这里边啊，陆区长去了北京，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呀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哎呀，难怪这效率啊提高了这么多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求双方通力合作，凡是涉及到地方政府这一块的，必须保障两点。第一点，要保障通茂工业园区按期完成；第二点，制造厂厂房要按计划投产。赵市长，请代表我跟通茂集团向所有关心我们的人说声谢谢。好的，我一定把肖先生的意思转到给大家。另外，我还想知道，亚洲金融风暴来势凶猛，台湾股市和金融界动荡得十分厉害，我想肖先生来上海发展有什么具体困难没有？赵副市长连这点也考虑到了。
白硕，为什么突然要去台北？台北有点事情要我去处理。白硕，那要我陪你去吗？不用了，明天陪我去就行。佳子，我留你在上海呢是有重用的。这次金融风暴你也知道，我损失也不少。台湾的业务呢，有点要我亲自去处理。那你在这里多费心了。白叔，请放心吧，上海的事情就交给我。那我先出去。好。老板，都说好了。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他去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他太聪明，知道的事情太多。好了，菜上齐了，妈，我们吃饭吧。等一等。好。在吃饭之前，我想以通茂集团董事长身份跟大家说几句话。从明天开始，静云除主管工业园区之外，还要兼顾另一项的任务。爸，你又要我去干什么？你去进驻高尔家超市。爸，我们超市的人手够了，不然的话，高俊怎么去白浩然的帮忙啊？他是代表董事局财务部去超市查账的。爸，你是不是听高尔胡说什么了？这个大批的老外净瞎掰，平白无故的说阿妹账目有问题。没有问题，查完账之后就知道了。爸，姐姐对业务本来就不熟悉，而且那边的账目我根本就不了解，还有高尔家那边的营业情况我更是陌生，所以你叫我去查账根本就不合适嘛。合适？太合适了。早在台北集团里，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阿云是老爸的特命钦差大臣，哪里着火了阿云就去哪里救火。本经理热烈欢迎萧静云去高尔家超市查账。啊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欢迎阿云到高尔家超市查账，查个水落石出。静云，你看你行吗？如果老爸要我去，我一定遵命。本来高尔呢是不赞成进去查账，他说一家人查一家人账说不清楚，是我坚持的，因为我不想见到任何徇私枉法的事情在萧家出现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小时候我们在台北玩过家家的情景了，蛮有意思的。阿云，别本着脸搞得跟真的一样。阿云，有件事啊我一直忘了跟你说了。上次啊你替高俊退赔给徐年那笔钱我早就想给你了，你看这段时间给我忙的怎么样？
找个时间我们谈一谈。阿姨还真以为是老爸派来的钦差大臣呢。楚柳先生留下，二爷回避。院长，我太太呢，在二十多年前，在你们这个医院生了个女孩，我想看一看当年的出生记录，可以吗？哦，请您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。白先生，请问您太太是哪一年在我们医院分娩的？1974年。请问当年她用的是什么名字？何东敏。何东敏。嗯，请稍等。好。站长，我本来呢是来找白董，和他去台北。现在呢，是由你主持大洋集团。所以我想告诉你，既然你们接手了长河地产的二号地块，就不能不做污水处理工程。我们不是跟那个林小姐说过了吗？白老板对那个治水工程不感兴趣，而且现在什么日子啊，家家户户银根短缺，你死缠着老头也没用，你要他真正的掏出钱来才行。嘉德，不管做什么事儿都要讲究规范和原则。既然这个项目是以我们长河公司的名义中标的，那我们就有义务将他负责到底。坦白说，老头突然回去台北，什么原因我真的不知道。你真的这么当真的话呢，他回来我跟他说一下。你放心吧，我们是老同学，我一定帮你的。也只能这样了，老同学。请进。院长，你要的资料。谢谢。哦，白先生，原始资料都在这里。谢谢。这份资料可以给我吗？哦，不可以。可以复印一份吗？那当然。谢谢。刘小姐，二月份入库单上的账跟财务总表栏里收入完全对不上，差200多万，到3月份就差300多万，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到了4月就差了400万，对不对？你是高尔家财务总管，请解释一下。我还用解释吗？小二小姐，请您看清楚，每项账目上都有总经理的签字。可以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请你顺便把你的私人物品一起收拾一下带走。你至于你的工资，我会请你们总经理给你结算。什么？你要抢我的鱿鱼？既然你不珍惜这份工作，我就成全你。不，你没有权利抢我的鱿鱼。我是脱帽集团的副总裁，你认为我有没有权利？你，哼。金云呐，我是白浩然的。白先生，
有什么事吗？你今天下午4点可不可以来我的办公室？我有点东西给你看。对不起，我可能没有时间。我相信你一定有兴趣。我希望你能够抽点时间上来，对你来说很重要的。那好吧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有什么话就直说嘛，干嘛弄得神神秘秘的？你不是正在调查高尔家亏损的问题吗？等一下你可能听到一个天大的机密。你们又在搬弄是非。哎，我要说清楚，待会儿你听到的别以为是我在搞什么鬼，我也是一个受害者。你把事情越说越复杂，很抱歉，我没有兴趣听了。白老板，你要相信我，这件事我和李嘉德说的是清清楚楚。那个地产项目表面上是他出面，可实际上是我和他各出资一半，而这笔钱呢是他配合我从高尔家以做假账的形式拿出来的。现在他脸一拉说全亏光了，让我去分那个负一干柴烂水泥。你要主持公道，再说这么大的责任我也担当不起啊。我知道，不过我要告诉你两点。第一，你这样做假账等于是监守自盗，已经是犯法了，因为你们毕竟是同流合污啊。别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算我刚才说的话都是废话，可白老板你不能啊，不，李嘉德他还要从我的公司里敲诈200万，这说不过去啊。如果不开出这个价码，你知道你自己犯了多大的错吗？闯了多大的祸吗？白老板的意思是那200万只不过是吓唬吓唬我。不是吓唬，是警示，知道吗？警示。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了小聪明就可以走这条路。谢谢白老板的教诲，谢谢白老板。我也真替夏远山难过，连自己的女婿都心怀二心，萧氏帝国怎么会不垮呢？高局长，我也真不明白你跟萧家有什么深仇大恨呢？我的处境你是难以理解。我在上海这几年对萧氏家族可以说是尽心尽力，对萧远山也是忠心耿耿，可我得到什么？我这么多年忍气吞声做牛做马为的是什么？还不是为了借助萧家的力量来做成大事。可我那个老岳父对我的努力是视而不见，在他们萧家的眼里，我们外姓人永远是低人一等。你说我能有出头之日吗？好了，你最好收一下你的报复心态吧。虽然你不想犯法，可是你的行为已经是违法了。我不会举报你，难免别人会注意你的动静，难免萧家会追查你，所以呢，我劝你以后小心一点。嗯，白老板的教诲我将一辈子铭记在心，谢谢白老板。好了，我还有客人，你先走吧。那我先走了。不送了啊，谢谢白老板。静怡呢？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们萧家的高俊到底是怎么样的人。你不用多说了，你在想什么我很清楚。高俊他不能代表我们萧家的人。
坐。嘉德，我跟你说过静莹不是萧远山亲生女儿的事。这事我没跟别人说过。现在我要你把这个事情说出去，越多人知道越好。真的吗？其实啊，静云跟您长得真的蛮像。真的吗？你看看，这是静云刚出生打的脚印，上面写着清清楚楚，父亲白文轩，不是萧远山。对了，你帮我查查静云母亲的电话。好，我去办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，几瓶啤酒我能对付。我今天特别开心，几天来压在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了。你说我能不多几杯吧？你那贷款基本恢复了，这个月的营业额已经超过了上个月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是高尔和阿云的功劳，跟我没关系。难道还有别的开心事儿？以后慢慢再告诉你吧。高军！啊！哎！你怎么开车呢？阿云，开车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差点撞到你，就正准备要撞死你。撞死你？疯了？是谁疯了？你说，高尔家那笔巨款亏损是怎么回事？高尔家亏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莫名其妙。你挪用款项，假冒司长，你还想抵赖吗？你胡说！你有证据吗？好，我问你，你敢把今天下午林白浩然说那番话重复一遍吗？高俊，你是我的姐夫，你也算是一半的萧家人，你怎么会做出这么缺德的事情啊？我看你怎么跟我爸跟我姐交代。阿云，我求你了，放过我这一次吧，我一时糊涂，我不知道会。杀了他吧！你想想，阿妹能受得了吗？行，我今天看在我们都是女人的份上，我放他一马。那高尔家的事，也放我一马，好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做，这是丢尽我们萧家的脸。而且更可怕的是，
那会直接影响到彼此双方的合作关系。你说，我能原谅你吗？我的好妹妹，我求你了，看在你姐的份上，就放过我这一次。我保证，从今以后，死心塌地的跟着你，一心一意的做事，再也不回来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姐姐离不开你这个混蛋。但是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重新做人。这么说，你不打算把这个事抖露出去了？这一切取决于你以后的表现。植物工程没做起来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又是我的拖地板吗？下午你跟我说市里把你叫过去问话，我这心一直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，我怕你被人控告了。这事儿还真亏了苏罗斯，否则肯定脱不了干系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想啊，这金工凤一来啊，这白浩然当然顶不住了，他就跑到市里面说要缓建植物工程。市里呢挺开明的，就同意了。他们把我叫去啊，就是为了妥善的处理遗留问题，明白吗？哦，怪不得你前两天还愁得直骂索罗斯，这会儿怎么跟捡了金元宝似的？这次金融风暴，他在东南亚不少投资都打了水漂，如今啊也是自顾不暇。那咱不就更捉襟见肘了？我记得白浩然曾经笑话过，说他跟我打交道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在为钱发愁。今后我就更发愁了。季云身上所流的血有一半是我给的，他的生命是我给他的，你说与我无关。除此之外呢，季云身上还有什么是你的？这件事情隐瞒了20多年，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我已经知道了。